来，西西，你记得吗？我说过要在华海给你一个家。这就是我们的新家。看，这是客厅。来，这是卧室。来，这儿，西西。这是厨房。啊，还有，来，这是洗手间。 大吧，啊，我知道，你喜欢一些温馨的风格，我已经叮嘱过装修公司了，他到时候啊就按照你喜欢的风格去装修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，买这么好的房子？啊，我四处借了一点，再加上我这几年攒的，付了个首付。 这么多债压在自己身上，你该多累呀！为了我和你的幸福，再苦再累，我都心甘情愿。西西，我爱你。 公司给我打电话说，终于答应聘用我了。欣欣，我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，努力的工作，闯出一番事业来。陈光，我就知道你能行。欣欣，我知道我和其他人比起来，家庭条件没那么好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会凭借我自己的努力，带给你幸福。到时候我会拿着钻戒。 向你求婚，西西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 你相信我啊！嗯，不错，这茬。哎，对了，云飞，嗯，我听说这个脱口秀栏目的这个策划方向有所改动，为什么呀？正要和您商量这事儿呢。嗯，这次我们打算和白日梦工作室。 一起去完成。白日梦，就是挣钱的小子的工作室。<笑>是的，他们打算用素人去做脱口秀，打造属于自己的明星的概念。我觉得呀，现在综艺节目那么多，没准真能从那些明星综艺里脱颖而出。这是我们城市投资的节目，请明星费的经费用不着他操心。 再说了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实力，谁都不知道，尽会出些歪点子，不踏实。伯父，这我就得说两句。虽然我和他在感情上是竞争对手，但挣钱的工作能力我是认可的。之前跟他交过几次手，表现都非常不错，所以这次我才敢让他放胆去做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您放心，我全程。 都会去把控，不会有问题。嗯，那就好。对了，伯父，您说您是做实业的，怎么突然对文化产业这么感兴趣啊？这不最近认识一些娱乐圈的人，都说这个文化产业啊是朝阳产业，有搞头。
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说你跟郑贤在感情上是对手。你回来了，什么？白日梦好歹有我的五分呀，你想回来就回来。行啊，那你好好待着呗，我也惹不起。我跟那个楚云飞碰了一下，他已经同意用我们的策划书了，然后有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，咱们还没有敲定。就比如说这个节目呢，咱们是想用明星还有素人这两个概念。浩哥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我同意你的想法。伯父，你看，这三个女孩，她们来自网络，本身就有流量，我觉得他们几个做一个组合也不错。这三个女孩呢就不太一样了，她们本身学历比较高，比较博学，我觉得对节目的深度讨论很有帮助。就看我们要走哪个方向。您觉得我们签哪几个合适啊？先不着急签约。关于主持人，我有我的打算。好，他真这么说？嗯。你确定你给他看的是那条信息？我确定。哎，这郑谦也太了解你了，他凭一条微信就知道你想干嘛。啊！对不起。哎，郑谦，怪不客气。谢谢，你俩吵架别那么较真儿了。怎么不较真儿啊？他这样对我，我不就想让他道个歉吗？这么心不甘情不愿。谢谢，谢谢。
模特好了没有？我们继续了啊。来了，好，来来了。小宝，耗子，今天我把你们叫这儿来呢，是要你们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。什么任务啊？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让郑倩来哄我，哄到我好为止。欣姐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依我看，这件事儿你还是自己解决。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老张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说我要是惹了西西生气了，我该怎么样做他才能原谅我呢？你又怎么惹他生气了？啊，事儿倒是个小事儿，就是我想问你，你说作为一个男人来说，到底是感情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呢？你看这虾，他稍微一加热他就变红了，但是他不一定要命啊。你拐弯抹角的想说什么呀？我写策划案呢，没什么事儿，下次再跟我说。你看看这虾，你看看这螃蟹，为了博美人一笑，这个面子不是很重要啊。看什么虾？看什么螃蟹？走。哎，老郑，你看看虾，看看螃蟹。啊，对。老郑，没那么重要，你看一看。你是男人吗？之前你看一看。欣姐，现在就去找郑倩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低下您那高贵的头颅了，晨曦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行，你认错我就谈。大家最近都挺忙的，别生气了，行吗？那你是知道自己错了，错哪儿了？我没错，那你来干什么？你走吧。欣欣，晨曦，你能别闹了吗？你说什么啊？我听不见。你走吧，走啊，别在这儿了，走啊。对啊，走啊，去找你最爱的工作呀，娶她当老婆呀。晨曦，我们都不是学生，没有人可以去围着你转。白日梦刚有点起色，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冷战上？为了一个形式上的道歉，
你把大家搞得都不跟安妮，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姚家人是吧？啊，对，是我。这是你的薪水，谢谢。这边签个字啊。好的，辛苦，谢谢啊。哎，帅哥，弄错了吧？之前不是说好了一千的吗？这才800呢。临时加了几个模特，不然你以为怎么会这么早收工呢？喂，梁叔。啊！梁叔。杨小姐，你来了。陈总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心脏病，老毛病了。说起来还要感谢你，昨晚给陈总那个电话，保姆才能及时发现。那他现在严重吗？已经多留一些了，只是需要调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放心吧。那就好。哦，我得通知程心。哦，云飞已经去接陈小姐了，估计一会儿就到了。行，反正我现在不太好给他打电话。
回。欣欣，欣欣，你去哪儿啊？我爸他怎么样了？伯父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别担心。伯父现在真的没事了，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。哎，你说你也是，分明就很担心他，平常多回去看看他不好吗？何苦非要故意跟他过不去呢？老程。欣欣，哎，父亲，哎呀，我说老梁你也真是的，我又不是动不了，请那么多护工来干什么呀？来，你们都出去。啊，都出去吧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见笑了。你现在怎么样？会很难受吗？没事儿。哎呀，这人岁数大了，他就是不经折腾呀。你也知道，出了事情不给120打电话，给我打什么电话？你可真有常识。爸。哎，欣欣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程鑫。爸。你生病了，他怎么到的比我还早啊？他怎么这消息比我这亲闺女还要灵通？昨天伯父病发的时候，首先给你打的电话，你又没接。要不是姚家人的电话，伯父现在就危险。就别在这个时候刺激伯父了。行了。哎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个程鑫就是这臭脾气，你千万别介意啊。放心吧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知道的。行了，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哎哎，你先别走。刚才你都看到了啊，这老梁给我安排了那么多的护工，我动都没法动。啊，对了，你看看，你看这都是我吃的东西。说是养病的营养餐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东西啊，味同嚼蜡，我是咽都咽不下去。这好素啊！嗯，我在这个医院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能不能想想招，把我给弄出去？你想开溜？啊，行吗？行。先生，我们去做心电图吧。好。什么情况？日常检查呀。先生，这都是你请的护工吗？啊。这么多人，不利于恢复吧？嗯。没什么事的话，你们就撤了吧。来，上来吧。哎。你今天自由了，怎么样？你想去哪里？我都听你安排。听我安排？哎，去，起来，跟我去个地方。哎，好。哎，老公，老公。哎，这车。没事，不用管，不用管，快走。哎呀，谢谢啊。
哎呀，西西啊，有了这个，你就一辈子是我杨晨光的女人啦。西西啊，我都考虑好了，等过两年，你再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。哎，不行，生一个是不是有点少啊？生两个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哎，我要让他们从小就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在温馨的家庭环境中长大，让他们长大以后出国留学。啊，想想我都开心。哦，最重要的是，姐姐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要让你知道，你嫁给我是你最正确的决定。走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那这个特殊的日子，咱们不得庆祝一下吗？走，老公请你吃大餐。走，来。哎，对了，佳然，嗯，我敬你一两，下回经常带我来这个店里来吃，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咱得把病养好了啊。嗯，一定。我说了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程心，刚才没能站在你的立场上为你着想，对不起啊。要不陪你去开赛车放松放松呗，怎么样？飞哥，我不是冲你，最近发生太多事情，我爸挣钱，一件事都让我特别心烦。你和挣钱又怎么了？还不是上次酒会的事情。说实话，我挺受伤的，可是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。其实我早就说过，这不同两个世界的人，看天空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当然，两个不同的人在一起，会很快产生化学反应，但时间久了，问题就会越来越多。当然，你可以选择积极的去调节，也可以选择分开，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委屈了自己，知道吗？云飞哥，你觉得这世界上真的有完全相配的两个人吗？世界这么大，肯定会有的。绝对没有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两个人在一起要慢慢磨合。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包容。西西，小宝，你走路怎么没声啊？吓我一跳。西西，你是要搬走了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这两天打扫除，擦桌子擦地，还把我们所有人的床单被套都换了，你是不是就想走之前把我们所有人都安排好，对吧？我这个人啊，从小就害怕分别，这次本来想悄悄地走，可是还是被你发现了。这不，我跟杨晨光已经领证了，我也该搬到他那儿去住了。真的特别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我走之后呢，你跟郑钱说，让他别总熬夜工作，
还有耗子，你得好好看着他，别让他喝大酒。还有你，别总玩游戏，长时间盯着手机啊，对眼睛和颈椎都特别不好。我走之后呢，你们要按时吃饭。西西，你刚才说你要搬走了。别这么盯着我，咱们又不是不见了，你们这么盯我特别难受。西西，你记住，不管什么时候，白日梦都是你的娘家，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对，谁敢欺负你，我们三个一起上，教育他。谢谢你们。别太失落了，小宝，有我的失恋联盟阵营等你。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你是不是天天盼着我跟老郑都去你那什么破联盟？我明明是在安慰他呀。小宝心情不好，让他一个人静静。您生了这么大一场病，应该多休息一段时间。休息？公司内外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呢，我休息了，谁还能压得住那些唯恐天下不乱之人呢？哼！我住院期间，公司怎么样？一切都好，只是按照您的吩咐，脱口秀的主持人还没定。你告诉云飞。主持人就定姚家人，姚小姐。原来您定的是星星的朋友。我马上通知云飞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姚小姐。我是素人脱口秀的负责人楚云飞。那现在根据程氏集团程总的意见，我们想邀请您来当节目的主持人。不知道您是否愿意？喂，姚小姐，你在听吗？在，我在呢。愿意愿意，我非常愿意啊！真的很感谢你们对我的认可。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，到时候会有人联系您的。哎，好嘞好嘞，我知道，我等您通知。好，再见。人了吗？姚家人，你终于要混出头了！啊！怎么办？要去整个容，还是没个体，还是干点什么？我老程，老程，脱口秀的事儿太谢谢你了，改天我请客。
介绍，这位是郑钱，这位是琳达，反正你们都认识，大家都是合伙人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。这次我们的素人脱口秀这个项目，所有的策划案全都是由郑钱的团队白日梦工作室完成的。那素人脱口秀的策划案到目前为止，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加强了商业的内容，并且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做了更多的细化和调整，加强它的趣味性。可以说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份策划案已经是非常成熟的。那我最新得到的消息，平台那边给的反馈非常棒，这要多亏了郑钱的团队。客气了，这都是分内的事。至于主持人，我跟程氏做了一个商讨，那我们现在的候选人是小张。姚嘉仁小姐，我反对。如果你们非要用他，我就退出。浩总，郑钱，你觉得呢？楚总，我知道我没法左右你的想法，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我的意见。我不同意用姚嘉仁。愚公，他没有主持经验，脱口秀需要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，我怕他一个新人无法胜任。于思，他和陈星还有孔浩都有摩擦，我怕真的定他，接下来工作没法开展。那我也说两句。第一，姚嘉仁虽然身为新人，但我们看重的就是他身为新人身上的这股激情，以及他的情绪感染能力。我想你不是很清楚他的工作能力，你对他的判断更多是来自你自己主观的臆断。这第二，你们工作室内部的纠纷是你们私人问题，这跟姚嘉仁能不能胜任主持人毫无关系，反而是你的这位员工，他这种公私不分的态度让我非常不理解。孔浩的行为确实欠妥，我替他道歉，但是我的立场也很明确，我不会让你。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，我们的合作恐怕就要终止了。化肥会挥发黑，化肥会发灰灰，化肥发黑黑，化肥发灰灰挥发灰，化肥挥发。牛奶奶给刘奶奶拿牛奶，刘奶奶说牛奶奶牛奶不如刘奶奶的牛奶。出东门过大桥，大桥底下一树枣，青的多，红的少，拎着杆子去打枣，一个枣，两个枣，三个枣，四个枣，五个枣，六个枣，四是四，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提了个喇叭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脱口秀主持人姚嘉仁。我是你们可爱的脱口秀主持人姚嘉仁哦。神经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脱口秀主持人姚嘉仁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脱口秀主持人姚嘉仁。二傻子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脱口秀主持人姚嘉仁。还可以吧。嗯。喂，晨光。啊，这么突然呀。没事没事，那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。嗯。那你忙吧。怎么了？杨正光没法来接你了。对，他公司临时有个会要开，他要赶回去。你怎么了？你感冒了？
啊，我没事，我就昨天晚上可能着凉了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我去给你冲个药啊。